光，那乌云揉成团，像鲸鱼吻着浪，叫我和你去飞翔。人老乌云后老胆，别跟丢了天空沙滩，挣脱回忆壮胆，裹着新的光。这写啥玩意儿看不清，哎呀，哎，哎哎，你上哪儿去？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？你手机短信来了一条啊？啥短信？挂号短信呢？我就知道你上医院来了。嗯，没事，我这跑啥呀？没事，挂了。没事，我溜达溜达，走。你是哪儿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没有，就做核酸。那你为啥在这儿出来呀？啊，核酸不在那头吗？就做完了，我先取个报告嘛，然后没出来。嗯，哪取报告？现在都手机取报告，你上哪取报告？不像取那个纸，我看那顶上都写的是啥，没见过呀。你肯定是哪儿不舒服了。没有，走了走了。哎呀，掏心兜什么毛病？啥也没有，我走了。那兜里是啥呀？别拽我。你有病啊！这是医院，这老多人，你搁这耍了啥呀？谁耍了？就信你这样，不信我这样。你要干啥？那我上医院的时候，你天天都陪着我来，尽心尽力的。晚上大半夜我喝口水，你都着急给我接一下、倒一下的。你咋的？你上医院不知道叫我？不是你没有媳妇吗？不知道叫。多少次了？没事儿，就多少次了？我问你，你要能过，不能过你就直说，知道吧？你干啥呀？要不干啥呀？咱俩回家说行吗？这老些人，你干啥？医院？那你自己不知道心里长点舒服啥的？我给你打电话了，无法接通，我以为你开会呢，我就没跟你说。不知道接着打呀，就知道打一遍。那你开万一你开会呢？开会咋的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叫那个汁儿了。你就没完没了的，哪有事儿也不知道说啊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把我放哪儿了？啊？把我放哪儿了？非得这句话一个月问几遍是吗？啊？下回叫你行吗？下回叫你。有几个下回呀？没了，没了。啊、下回还检查身体？不，下回做核酸，做核酸。做什么核酸呢？哎呀，好了。你说白了，你手机给我拿看。啥手机啊？我手机啥也没有。现在不网上挂号吗？我没有，我来拿钱交的，我挂的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挂哪科了？挂核酸。挂的是精神病科。快走，啊、你回不回家？你等我回家再收拾你，你等明天报告出来的啊。就一核酸报告，没事儿行，有事儿你头发都给你薅掉。后边来车了，一天了。